有没有放酱料的想法？论颜值的话，我觉得这次 Justin 胜了。这叫做满城尽带黄金甲，这叫做待到山花浪漫时，他在丛中笑。天哪，我简直是做菜界的诗人。Justin， 你有可以读 Yuki 给我吃的吗？没有。哇。Justin， 我说的是这道菜，这道真的太帅了。艺术品是吗？嗯，艺术品简直，艺术，完全是艺术。哎，这很漂亮哎，漂亮吗？没你漂亮。怎么说？一幅画，一幅画，一幅画就是来颗画。人狠话不多，人狠话不多，那是画画的画。讲得好。我这个放这个会有点怪。这世界很酷。